几点下班吧。Hello， 那里有水。你们喝吗？我给你们倒上吧。我们有在这儿。No， 倒了杯水给你，我给你放这喽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那还蛮绅士的，你啊。我们来打下手。然后给他像洗澡一样。一听就是不会洗水果。这个把它给去掉。要收一收下巴。乐呵的啊。怎么回事啊，今天？完了，这几个人就在互相比赛了，还是？有没有看有没有老干妈之类的那种调料？对，这么将就我的吗？真的很艰巨，这个任务找不到这个辣椒炒肉就毁了。哦、oh!。帮他去找老干妈，还支走了。怎么办呢？湖南人，给个建议。有什么办法修一下？就辣椒嘛。辣椒炒肉，然后没有。对啊。好。哦。不然有白砂糖没啊？这个。可以帮我洗一根葱吗？好的，麦姐主动出击了。我有点丑。摆盘的王子，我觉得。艺术品。哦哦哦！我这艺，我摆盘的王者艺术品，我开始有点顶了，有点顶了。艺术品。我觉得弟弟不是那种要把他支走的感觉，就哥哥依赖你帮我找个东西什么东西那感觉。依赖倒谈不上，依赖确实没有。因为他一走，他就转头问那个谁说：“你说怎么办呢，湖南人？”他其实早就可以问。对，他为什么非要等到他叫他去拿辣椒再去问这个问题？当然，他也不是说有这么有计划好，但他估计是在想招怎么就把他。我是感觉是说的好邪恶的，他可能想破一下他们两个之间那个气氛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站在男生的角度，其实会有一些想把子架支开的感觉在里面，我觉得是会这样，因为特别是他们两个又是一起来的，这个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没事。对。